Hello, Man Club 的讀者，大家好，我是湯兒。一來我自己家管教很嚴啦，我由細到大都未曳過嘅。其實我有少少後悔自己冇曳過，即多數細個大家都好百厭，或者喺學校會搗亂嗰啲噶嘛。但我係真係守校規啊，好專心上堂啊，交齊功課啊，考試好努力讀書啊。就可能因為咁樣搞，唔係搞到嘅，即令到而家嘅我係。我 perform 出嚟俾人嘅感覺都係好斯文、好乖。我過往咁多年嚟，我俾人嘅感覺都係咁樣。我做嘅角色嘅限制都係框咗喺嗰度。對我自己嚟講，我好想跳翻出嚟，俾多啲唔同嘅感覺大家，即係俾人知道啊，湯兒有其他可能性。因為試過好長時間冇工作、冇收入，我會諗啊，自己性格都係好唔適合做呢行，即係我係唔中意講咁多嘢嘅。或者在熟的人面前我才會、做回我真正的自己、我有想過轉行的，覺得好像沒什麼希望，個人情緒是很 down 這樣的。對我來說我又不覺得是捱，是在學東西的，都是啦。如果你五六年前給我機會的時候，可能我沒有這樣的經驗、經歷、把握去做這個角色。雖然即真係做咗十幾年先第一次做女主角，但係對我嚟講係啱啱好呢、這個 timing 係穩唔穩定得我一個知嘅啫喎，你睇我一定穩定噶，我唔會話俾你知我唔穩定噶。咁一嚟我唔會將我嘅負面嘅嘢放出嚟啦，我都想係啊，我令到身邊嘅人開心啲，係啦，咁啊，咁當然都有負面嘅時候嘅，即係無論以前或者而家都好啦，點都有負面嘅情緒嘅，但係即係自己點樣去調節啦。